啊，这下面安乐集的话，又有人视临终生念为轻易，乃离临终方思修念。啊，听说临命终时生念一念就能往生，现在不要念佛了，等到临终再念吧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投机取巧的心。啊，安乐集破之曰：啊，来破解这个错误观念。圣念相续，似若不难。啊，好像是不难。然诸凡夫，心如野马。我们这个心呢，到处乱跑啊！是居远后啊，识就是意识，也就指的念头，比远后远后是一个动，好动。他静不下来啊！我们那个妄念呢，就像猿猴一样，驰骋六尘啊，眼往色上跑，耳往身上跑，舌上味上跑，鼻上香上跑啊，圆六尘境界。就像猿猴一样，他定不下来，始终啊是向外攀援，何曾天息？没有天的时候，过须一发信心，欲自可念，使即息成信，善根坚固也。啊，这就劝告我们，我们自己要晓得事实真相，要早一点，赶快发心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。那这个经讲的透彻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？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也不离自性。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。我们这个世界，现在得的这个身，自性变现出来。居住这个世界也是自信变现出来，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啊！这就说明千真万确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世界是心想生，极乐世界也是心想生，这个世界是杂念心想生，极乐世界是一念心想生。我们现在如何把杂念放下？我们一念念佛啊，都是自己心想生的。所以首先要知道阿弥陀佛、极乐世界跟我是什么关系呀？关系非常密切，是一体呀，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？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的怀疑就断掉了。啊，一心一意专修净土，只要你真的做到一心专念，你身体就好了，什么毛病都没有了。
啊，什么调养也都不需要了。啊，粗茶淡饭，身心健康，自在快乐。啊，每一天要运动九百伏，比什么运动都好。啊，何况拜佛没有离开念佛，没有离开一心。平时把这个功夫养成习惯，善根坚固。啊，这个人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啊，至于用意念调养身体、疗愈疾病的人很多。我们看到这些例子，要相信的。啊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念力，我们这个念力还加上阿弥陀佛，佛力加持，比一般人那个念力就更强大。啊，一般人念力只有二三十分，我们可以达到八九十分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啊，下面举个例子，叫佛告大王：人极善行，死无恶念呐。这人心善。一生没有伤害人的心，啊，不但没有伤害，啊，没有控制人的念头，没有支配人的念头，你的心就得大自在。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妄念，应该放下。如树先前呢，倒闭随去，啊，譬如一棵树倒下来了，一定随到它弯的那个地方，啊，弯的随着那个地方倒下去，它不会翻过来倒的。这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，习气控制你，你哪一个习气强，哪一个念头强，强者先前。牵着你走啊，所以我们养成一个习气，念佛的念头最强啊，除这一念无第二念啊。我们在学习当中常说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要不要做？要做，但是要做。不要把心，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。断恶，不把断恶放在心上。修善，不想修善放在心上。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这就对了。啊，心上没有阿弥陀佛，我们往生没有把握。心上有阿弥陀佛，你往生有把握。啊，底下这句话是警告的话，若风刀一掷，这风刀就是死亡啊，断气啊，百苦凑身，这个时候身是非常非常痛苦。若习心不在怀，念何可办？啊，这个习就是训练的。啊，我们所学习的东西不在心上，怀就是心上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
啊，那个念佛你办不到啊。这就说明念佛必须要念成习惯，养成习惯，临走的时候才自在。啊，这里劝我们，过以同治三五，不必多，三个人、五个人，志同道合，在一起修行，欲戒言要，啊，预先准备着。我们念佛求往生，啊，临命终时呢，地相开晓。啊，大家在一起互相照顾，啊，三五个人，啊，互相照顾，唯称弥陀名号，愿生安乐国，生生相次，世称圣念。啊，在临命终时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这个是要照顾将要走的人。念念提醒他这一句佛号，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生生相次，时称生念，帮助他生念成就。这个生念是临命终的时候生念，比如那因。应理应坏文臣痴命断食，即是生安乐国时，一入正定之居，更何所有？啊，蜡印印理，这个印是用蜡，蜡把它雕成一个印。啊，然后呢，放在这个古时候瓦当，啊，房子上盖这个瓦，瓦上有图案，那个图案是用蜡雕的，啊，这个瓦造瓦的时候，把这个蜡印放在这个瓦上，火烧的时候，哎，蜡融化了。瓦上就有印子了，啊，雕的花纹，雕的字，通通都现出来了，啊，所以叫印坏文臣，啊，图案都是这种设计出来的，啊，用这种方法做的，啊，拉这个印坏，身体坏了。身体死了，文臣灵魂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比喻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说即是生安乐国时，一生到安乐国就入定证居，得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，借作阿惟越知菩萨，啊，阿惟越知是法身菩萨，啊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跟六祖慧能在五祖方丈室里面明心见性是同等的境界。啊，阿惟越知跟这个是同等的，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高的成就，啊，更何所有呢？啊，这真正是圆满的成就，说过矣，量此大利也，何不欲可念也？啊，每个人。要衡量衡量，这个利益是真实利益，
这个利益是大利益啊，念佛往生的利益啊。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预备要克服妄念？这个克念是克服妄念啊，用一句佛号这一念代替一切妄念，这个方法妙啊。我们妄念多啊，我们念念都是佛号，用佛号取代妄念，不念佛的时候妄念就来了，念佛的时候妄念就走了啊，一心念佛，这个方法好啊。啊，妄念实在太多，初学的时候我教初学的人教的很多啊，我教他用念佛机跟念佛机念啊，怎么跟呢？念佛机用耳机啊，耳机开的音量开大一点，让这个音量呢整个头部都是阿弥陀佛，外面声音进不来，哎，听不到外的声音啊，你把声音调到你觉得的时候，哎，声音很好啊，真正在融会融在佛号当中，这方法好啊，驱除妄念嘛，妄念少了，你的佛号再调小，声音调小啊，到没有妄念的时候，很小的声音就很好，细细的很好，哎，妄念多的时候声音调大啊，把妄念赶走啊，我们得用方法，不用方法不行啊，不用方法的时候这念头很难克服得住啊，它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，我们能不能往生就在这一次，没有第二次啊，所以一定要非常重视这一桩大事啊，我这一生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啊，什么东西都是假的，决定不要放在心上啊，谁拿去好都好都欢喜啊，根本就不操这个心，就这一句话把稳住啊，人总归是要走的啊，早迟无所谓，决定往西方啊，这个念头要坚决。